兼任教师长期以来是校园里的教学主力，但是他始终是法令的孤儿，没有任何的劳动法令的保障。在常年的争取下来，终于露出了一点是用劳基法的曙光。可是就在此时，大学校方跟教育部又在密谋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阴谋。我是教育部部长。对于这个兼任教师的问题，高教工会呢跟其他的教师团体跟我们讨论了非常的久，那在场也有我们的教育部的一些官员，哦，我也跟他们讨论的非常的久，没有问题，一定要保障，我们教育部绝对不会让你们这些兼任教师，尤其是已经占我们大学里面教学最重要的这些人才，高等的人才受到不合理的待遇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呢，我跟郭芳玉部长，我们现在假设郭芳玉还没下台嘛，郭芳玉部长讨论过了，要让他适用劳基法，好，哦，让他适用劳基法，所以没有问题，哦，所以请兼任教师们放心，哦，这个劳基法是绝对没有问题。这是。是劳动基准法的保障，哦，长期以来，哦，非常多的大学的兼任老师等了非常久的试用劳基法终于来了啊，对，那个只要我们试用劳基法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跟全台湾的受雇者一起有哪一些基本权益呢？比方说可以劳动检查，如果我们的雇主对我们有一些当的那个对待，然后呢我们有非常多，包括我在内呢，都已经教了九年，我们有非常多兼任的老师的同事，他们教了十几年甚至教了二十年，我们终于有了年资的累计。然后另外呢，如果我们的雇主呢有不当的行为呢，也可以呢裁决开罚，终于有了罚则。那如果呢今天学校呢说你们明天不用来了，不要交了，哦，那我们也终于有了资遣费。那以及呢，其实呢这个劳基法呢，哦，至少是全体台湾的受雇者都有的，也有了比较好的，终于有了法律的保障。那重点是呢，如果呢我们有任何的老师今天不能够再任意的不续聘，因为我们长期九年十年十几年的任职，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是不定期契约了哈，所以呢有了这一些保障，就是我们已经争取了非常久的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。但是这个伞有一点奇怪，怪怪的，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呢？部长，这个伞不是应该很有保障吗？这是劳基法的保障。这是劳基法的保障吗？但是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。没有不一样，都一样。都一样吗？是。蔡老师吗？您好，您是？我校方代表。校长好。对，我不是校长，人事室，。主任好。校长很忙，不会来见你们。说的也是。主任好。您是兼任老师是吧？我在学校教很久了，你都不认识我，我九年了。学生认识就好。是，劳基法是吧？开心吧？是啊，开心啊，终于有了吗？请问一下，老师，你是有本职还没有本职啊？我的工作就是教书啊。所以没有本职嘛，对不对？我的本职就是教书啊。对嘛？所以就是没有本职嘛，对不对？填一下这个资料。教育部现在要求我们做大规模的调查，要查出你们到底是有本职还没有本职。校方政策很清楚，如果你们没有本职，这个蔡老师很抱歉，虽然你们对学校贡献很大，什么？但是下学期我们恐怕就不续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本职就是教书啊。没办法，因为你们要争取这个劳基法，对吧？现在争取到劳基法之后，全部的劳工都有的，为什么只有兼任老师没有？没有，这个我们已经决定很清楚，跟教育部长已经讨论清楚了，就是分成有本职和没有本职，所以适用劳基法只有不具本职，
的人适用。那对校方来讲，像你们这样不具本职的就是负担。所以很抱歉哦，虽然你已经争取到劳基法，但是一样在我们调查的有没有本职的调查里面呢，啊什么，我是没有本职的，所以我就没有适用。不是啊，你们明明是要保障我的啊，可是我被学校开除了，你们明明是要保障我的，不是吗？没有，对，劳动部在哪里啊？劳动部有问题去跟教育部长讲好不好？有问题跟教育部长讲。这个兼任老师哦，有分本职跟没有本职的。我是没有本职，但是我的教学就 是那没有本职的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可怜，我们要优先保障没有本职的，要优先保障我，所以只有没有本职的才适用劳基法。是，可是我被开除了，我就不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优先保。那原来是这样，我了解了，原来劳基法不好用，不能够真正保障兼任教师啊，原来劳基法真的不好用，所以你把劳基法你还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哎，不，你还给我，这不好用，这不好用，你不要让我也一起淋湿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让我也淋湿了。兼任一体适用劳基法，你搞错了，部长。我们的诉求是兼任教师一体适用劳基法。其实哦，这些兼任教师真的非常可怜，那劳基法又不好用，哦，劳基法又不好用，所以呢，我们决定奠定一个专门的兼任教师聘任办法，简称专法，专门的聘任办法，简称专法。错了，部长，他只是一个。我们要求这些大学要来遵守专门的行政命令，专门的兼任教师聘任办法。你在玩弄文字，哦，所以，我决定跟表姐已经讲好了，已经决定好了，我们在八月一号。准时要上路，是什么？是劳兼任教师聘任办法。这把伞，你看都没有破洞，这不是完全涵盖，完全涵盖都没有破洞。哎，那我们相信，不是嘛？大学应该要有社会责任，所以我们现在推动了大学社会责任的计划，让各大学来申请。啊，我相信大学一定会有社会责任的。哎，好，那这个专法，这个专法。专门的兼任教师聘任办法，我们一定会把它修好，一定会找高教工会，一定会找啊相关的所有的老师一起来讨论，哦，相信一定可以保障到兼任教师们，哦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主任好，主任您来了。哎，蔡老师是吧？是，这次有认出来了。是。上次填了吗？不具本职啊，不具本职。我的工作专业就是劳基法。你们抱怨了，啊，你们抱怨劳基法不好用嘛，啊，是不是？不，我们是要一体适用啊。你们抱怨不好用，啊。用劳基法。对对，所以教育部长，我们私下也谈好了。他现在给我们这个，也不是教师法，啊，对。这个教育部长，我们跟他都谈好了，不要用劳基法，劳基法不好。对，劳动部到底在哪里嘛？校园是特殊领域，劳基法不能够进去，所以讨论好了，部长给你们一个。专门去订定的兼任教师的聘任办法，简称专法，不错吧？不是不是，弄错了，不是，它只是一个行政命令。没有嘛，好了，都是教育部说了算的。现在有保障嘛？这个伞现在没破洞嘛，对不对？是没破洞。啊，您撑撑看，撑撑看。一样，在这个法的办法里面呢，一样没有限制我们，还是可以有任意不续。您遮遮看，您遮遮看。再看，哎，这伞有伞可以撑啊，有伞可以撑嘛，有，这样不错吧？撑的不错吧？撑的不错吧？好了，那您就跟你的这个专法一起相安无事吧。在哪里？劳动部在哪里？教育部跟我们谈好了，教育部跟我们谈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吧，蔡老师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哦。一体适用劳基法，一体适用劳基法。